哎呀，没劲。吃饭了？吃啊，吃饭太没劲，没意思。哎呀，你是不想活了是咋的？啥不想活？你说一天啊，天天吃饭不？是不？一吃饭，拿着筷子，一口饭，一口菜，一口水，有劲吗？有意思吗？那吃饭不就这么吃，还能怎么吃啊？你跟动物吃过饭没？比如说鸭子。鸭子啊，你有病啊，我没事跟鸭子吃什么饭呢？不是鸭吃饭看过没？没看过。我看过。那鸭吃饭啊，怎么吃啊？嘴哈，嘎嘎嘎，对不对？有点意思啊。啊，哎，别的你行吗？行啊。别的动物你都行？行啊。你说准了啊？说准了。说准。咪咪，走。完美啊！哎呦，这个鸡这么肥啊！哎啊，除了鸡，别的你还行吗？来呀！真的？来呀！快，别客气！来来来！别扒拉了，都没了。我不喝，打开。啊！你打开，你没打开呢？打开了。你喝不？我不喝。行不？真就难不倒你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还有更绝的，想看不？还有更绝的，更绝的。好嘞，别着急哦。好。猪啊？错，野猪。哎呀！